ओम शांति। ओम शांति। वी ऑल हैड केप्ट एम टू लुक इनटू我们大家स्टेज都保存了那个एट द目标，awareness of 要往内在看自己的意识跟境界抵达什么程度。在印地，我们时常说 Nyara and Piara， 就是超然和充满爱，或者是像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然后我们所有的主题都是来自爸爸的 Murli 的，特别是爸爸说我们在四个层面上保持超然和充满爱。所以我们今天完成的是第三个主题，我们谈到要保持简单简朴。然后昨天我们谈到 sadhana 跟 sadhan， 也就是我们的努力和我们所必须要用到的任何物质上的设备。所以当我们属于爸爸的时候，一种是无论我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或者是为服务我需要用什么东西，我们会购买那些东西然后去使用它们。但是在我的生命中，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人都是爸爸给我们的，我们需要用什么呢？我们需要用什么来做服务呢？都是爸爸和学府给我们的。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你不应该有这个思想，就是没有这个我就做不了，或者是这个是不属于我的。我们要时常保存那个目标，要有那个意识，就是我在照顾那个东西，我是那个信托者。有一次呢，一个姐妹呢，她的那个电脑操作不了，然后她就让 IT 部门去修电脑。然后某些事情发生，她就说，你必须要有好的振波，你必须要对电脑有好的振波。那个振波会是什么呢？所以有时候呢，一些人认为说，我们周围的东西呢，都是根据振波在操作的。所以当我们是学府的保护者的时候，守护者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是，如果我们的意识是没问题 OK 的话，如果我们有好好照顾东西的话，如果我们有维持所有东西的话，那么这就好比我们在保护着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属于学府亚亚以及爸爸的。我们不只是很粗心大意的去使用这些东西或是设备，因为有句话说，学府当中的每一粒米是相等于一颗钻石那样的珍贵。所以我们必须要照顾好，不浪费每一颗米粒。这里所谓的米粒就是所有东西，大大小小的东西，我们必须好好的照顾好。有一些人呢，当我们很早来到学府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我们呢，在早期的训练呢，是被训练很多东西的，如何去照顾所有东西，如何去用所有东西。但是当你在使用所有东西的时候，你也等于是在扶持着，在滋养着这个学府。我跟每个人说，我们没有财富，很多人也没有财富可以给，可以捐出去。但是呢，只要你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呢，就能够帮助让学府继续的操作。所以如果有好好的照顾那东西的话，然后当我使用的时候，有把它使用到最大程度的时候，
把它用作无限的服务的时候，如果这些东西都在我意识当中的话，那么你可以猜想多少的意识可以帮助不只是滋养这个学府，同时也在维持这个学府跟守护这个学府，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属于爸爸的。我知道当 Daddy Junkie 他有给过一个例子，就是当人们奉献自己的时候，他们会捐助财富等等，但是 Daddy 说有12年他没有这样子做了。然后呢，有些人他们觉得一些东西没有在操作，所以这东西呢都是来自我们的意识跟震波一种很微妙的影响，所以任何东西给了我去用的话，我就要作为信托者去用。所以这东西可以是很是私人的一些东西可以用作去做服务，但是你要在使用它的时候，它能够用多长时间你就用多长时间，并且善用它。所以要变成无限，不只是我和我的，因为只要你有我和我的，那么你用的东西上就是有限制的，所以限制就会到来。然后呢，爸爸也常常说，如果只是要获得金钱的话，爸爸可以让世界上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得到触动，然后他就可以从此照顾丫丫，赞助丫丫的一切了。但是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很简单，爸爸说其他事情会发生的，但是这个学府的一切呢是必须让每个人一地一地的那种付出呢去慢慢的让它扩大的。所以每个人有什么东西的话才供奉奉献给这个养养，让这个学府慢慢的扩大。因为每一个人所付出的每一滴甘露呢都是来自每个人很诚实很诚恳所赚取的金钱跟精力跟时间，所以是很珍贵的。所以每个人呢有自己的职责跟责任，但是爸爸的孩子们呢会在一整天当中呢抽出一段时间把它用来做爸爸的服务，不管这个服务是身体上的服务还是金钱还是时间上的好。所以呢一旦他们这样子付出，就等于是给了爸爸的班达拉，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为学府做了某种服务。那么我们就必须集体的把这一切都视为这是归雅雅的服务，尊重他，保护他，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身为一个信托者，这种微妙的意识是需要有的。我知道要获得信任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信托者的话，那么你的人生你的生活是很简单很简朴的。如果你受托去照顾某个东西的话，那么别人会知道你不会浪费它，不会把它给遗失掉。一些人他会浪费东西，一些人他会不小心就失去了某个东西。所以 Daddy Junkie 给个例子，他说我从来没有掉过一个手帕。有时候我们去旅行，有些人呢他们离开了一个地方就漏掉了很一大堆东西，那 Daddy Junkie 呢他确保所有东西都有收好，没有东西遗留下来。这是 Daddy Junkie 的那个作风。然后我也时常去旅行到处去，如果一些东西呢遗漏掉呢，他们会保存下来然后带到 Madhuban， 或是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些遗漏掉的东西会带回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所以你要有那个习惯，
不去遗漏东西。就像 Daddy Prakashmani 时常说的，有很多人做体力活，所以他们也需要好好的吃。然后 Daddy 也说，你要吃什么就吃，但是你不能够浪费食物把它给丢掉，你可以吃你能够吃的那个量。有时候呢，那些出于尊重出于爱的人，他们在跟你端菜的时候，他们给你一大堆，让你的碟满满的，有时候你吃不完。所以你要注意，当别人端菜给你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能吃的量是多少，能吃多少才拿多少。所以吃完了一轮之后，可以再吃第二轮，如果你还饿的话。因为这些是 Brahma Bhojan， 你们要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那来源是别人给爸爸给学府的东西，所以来自同样的学府呢，我们也获得了那个滋养，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滋养，物质上的、外在的、灵性上的这些滋养。所以虽然不是一些很奢华很奢侈，但是呢，我们也以很高贵很简单的方式呢被好好的滋养了，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那个正确的典范。 Brahma Baba 呢， Daddy 呢，他们以前都是来自非常富有的家庭的，但是当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呢，他们舍弃掉了自己的一切，但是爸爸教导他们的方式就是他们被照顾得很好，他们被看起来不会说像乞丐需要乞讨东西，一切都照顾得很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给别人看到那种好像需要乞讨的那种形象。所以无论你穿什么东西，虽然你只有几件衣服，但是几件衣服却很整齐，很简单的。所以你要有那个意识，就是我要好好的照顾这些东西，我是这些东西的信托者。我们这里呢有一个 Mataji， 一个老母亲，无论什么时候我看她的衣服，我都知道她有好好的把它清洗得很干净，然后烫得很整齐，因为这个 Mataji 应该都有这样子做。我们全部人呢都有这样子做，但是我看这个 Mataji 的衣服，我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学府有很深切的爱，就是无论爸爸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真正的要照顾好，把他照顾得非常好，非常整齐。所以去思想到学府，保护学府，成为信托者，这些都很重要。每一滴甘露，每一个付出的精力，这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当人们去超市的时候，他们通常如果付钱的时候掉下几毛钱，他们不会把几毛钱捡起来。所以晚上的时候，当那些扫地的人、扫超市的人，他们扫了一大堆的那些钱。但是爸爸说呢，每一毛钱都很重要。我们有一个项目呢，我们要印刷很多很多的那个宣传单。当你印越多的宣传单呢，就越便宜，一个宣传单就变成一毛钱。所以如果一个人就得到了一个宣传单，他们就会来到这个节目，然后成为爸爸的孩子。所以我们会赚取多少的福报呢？所以我的每一毛钱都会用在，都会好好的被善用。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很吝啬的人，我们也不能够浪费。我们需要花钱的时候，就必须要大方的去花钱，很慷慨、很大方的去做爸爸的服务，用在爸爸的服务。当然，讲到要很谨慎、小心的话，你也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跟小心，哪怕是拿一毛钱。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是手机啊、设备啊，甚至是自己的身体，
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也必须尊重身体，身体也是你其中一个器具。我们最重要的器具呢是身体，所以要照顾好我们的身体，要有好的健康，以不同的方式去照顾，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具，去做无限的服务。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明天开始呢是讲关于习性跟本性的东西，不管是别人的习性还是自己习性还是他人的习性。所以当你可以做功课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整天你会有那个注意力，我必须做这个东西，所以它真的能够给他们帮助。一整天你的心智呢会知道说我做了这个东西，完成了这个东西，所以你的意识呢就逐渐的在加深，对，在我们的美德的每个层面上都可以照顾好。所以我们会继续这样子做。我们选定Om Shanti. Good evening. Om Shanti. 傍晚好。I don't think anybody would have forgotten him with Brother Eric. 我想每个人都不会忘记 Brother Eric. 有任何人忘了 Brother Eric 吗？我们时常都在期待他的出现。所以今天是周六，也是娱乐的一天。Eric will be here soon. 所以 Brother Eric 很快就到来了。Sister Mohini is not entertaining. It's extremely. 我们不是说 Sister Mohini 不充满娱乐，但是呢，它的那种娱乐性质是不一样的。它是娱乐我们的灵魂。今天呢，我知道每个人呢都在保持那个 sadhana 跟 sadhan。每个人知道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sadhana 是灵性的耕耘。然后观察我们心智如何去向爸爸那里，就算我们在用着所有的 sadhan， 所有的那些器具设备等等。昨天呢我们也听到，至少每一次当我们的心智被拉扯要去看信息的时候，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朝向爸爸。所以我希望你有注意到你有多少次被吸引要去检查自己的信息，检查自己的留言，检查自己的电邮信箱。但是同时呢，你也有那个注意，就是你要被拉向爸爸那里。所以这也是那个意识，你要知道我是爸爸的工具，我要好好照顾所有的设备。所以明天，所以我是个信托者，我是学府的守护者。这是个很美丽的主题，不只是几个人是信托者，而是爸爸的孩子们，那些长时期跟爸爸在一起的，那些很早到来的孩子们，那些住在爸爸中心的人。但是这个主题呢，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哪怕是我们住在家里，做着自己的事实工作，照顾我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人，我们还是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住在学府当中，所以我们也是信托者。所以我们不应该有几个意识，就是学府给我们的任何东西，哪怕是给我们用来做服务的，这些都不是我的。所以一旦你心中浮现了我或是我的这个意识，你就要很小心的去注意，然后删除掉这句话我，然后要知道自己是信托者。我们不应该有的第二个意识就是没有这个我做不了这个服务，没有这个我做不了这个服务。所以这个意识是
一个信托者不该有的意识，因为作为信托者呢，我们需要为我们拥有的一切感到很感激，而不是去看我们没有的东西。所以再次的，每一天我们的注意力呢是要看向任何所有外在的东西，所有的设备，所有东西呢都是根据我们的磁场震波在操作的，哪怕是你不碰触它，哪怕是你只是看着它，哪怕你只是想那个东西，它还是能够捕捉到你所散发出来的震波跟磁场。所以呢，我们需要很小心，哪怕是它们是物质上的物品，但是这当中呢有很深奥的秘密，很深奥的原理，我们需要知道。然后作为一个守护者，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最首先尊重我们获得的什么，别人给了我们什么，我们会照顾这些东西，把它们照顾好。所谓的保护就是不让它被滥用、被浪费、被随便的丢弃，然后把它善用，尽可能的去最大程度上去用它所能用的，好让很多灵魂都能够从中受惠，让这个东西呢能够长时间的保存。所以这些都是很美丽的方式，去让你去注意自己如何去使用这个东西，每一天你是如何使用这些东西的。当然食物是很主要的，但是呢还有屋子里还有很多其他的物品，要注意自己是否有珍惜他们，要从心中很感恩去用这东西。这东西是用来做服务的，用来去滋养我这个工具灵魂的爸爸的孩子的。那另外东西就是把东西给遗漏掉。我想我们一些人呢可能就是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耳朵被拉了一拉。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子做，而是要检查你这个习惯是源自什么的，这个特质呢是源自什么的。我必须要小心任何有珍贵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注意不失去它，不遗漏掉它。所以再次说到是价值跟珍惜，一方面我们不浪费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应该吝啬，必须要大方。所以这个是爸爸给我们的典范，所以这个平衡是很好的。 Nyara Pyara 超然充满爱。有时候呢当你听到这些概念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怎么可能做到，我怎么可能不浪费同时又可以那么慷慨大方呢？所以就好像你走在那个绳索上，就是要很小心的呀。但是呢我们要保持在瑜伽之中，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如何去保持平衡了。当然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跟进步的，所以明天要练习的就是I, the living being of light, 我这个有生命的光体，我是非实体的、无我的和无邪恶的。稳坐在我的莲花宝座上，我是这个学佛的守护者。作为一个信托者呢，我意识到所有物质上的拥有物以及救济品都是爸爸提供的。我有责任去善用每一毛钱、每一粒米和每一滴甘露，
这个所谓的甘露可以是耕耘，可以是时间、能量等等。It's a bit lengthy, and I'll read it again slowly. I, the living being of 我这个有生命的光体，我是非实体的、无我的和无邪恶的。稳坐在我的莲花宝座上，我是学府的守护者。作为一个信托者，我意识到所有物质的拥有物品和救济品都是爸爸所提供的。我有责任去善用每一毛钱、每一粒米和每一滴甘露。This will be the awareness that we come back to again and again tomorrow.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一次又一次的意识。作为有责任的信托者，不管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需要去注意，我们是信托者，我们都是典范。我们选定。Mr. Mohini would like to share anything before Brother Eric comes on. Big evening coming up. Om Shanti, everyone. Good evening, dear. Shanti. 傍晚好，摩尼弟弟。很高兴又来到周六的傍晚了，所以我很高兴能跟大家处在一起，同时呢也受到娱乐。其实呢，这个服务呢是很充满娱乐性的，所以很高兴看到你们和你弟弟。对我来说特别有趣的就是关系到跟物质的这个题目。在你开始这个题目之前，我就有那个感受，就是我要在我的公寓里面改变几样东西，因为我已经在这里有一年了，住同一个地方那么长的时间，我会发现到那个椅子坐得不舒服，桌子呢已经很旧了，然后地上呢要换那个毛毯，我就想到要换所有东西，然后我就在看着可以选择的，然后之后呢我听到你的声音跟我说，然后我就在想，我想要换一个更大的餐桌，之后我就发现你的想法要很简单，然后这就是我要选的那个餐桌。但是有个想法就是，哎，Eric, 你要选一个更高贵的一个餐桌，另外一个餐桌看起来就比较高贵。但是一句话说，孩子，这是爸爸的餐桌，然后我就看到另外一个餐桌，那是很简单了。所以如果你说到舍弃的话，那我就根本不需要去买任何的餐桌了。然后那时我心想，我要打电话给 Sister Mohini， 问他我应该买哪个餐桌。所以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说让我们知道在有选择之余，但是要拥有什么样的那个态度去买这东西给我们的住家环境呢？你要买什么东西呢？它都是可持续性的，看起来好的，要好的品质。然后意识当中要时常知道说，这个东西会用给爸爸的，所以它要看起来 OK， 看起来好的，它要耐用的，不要买那种太便宜的，就是过了一年呢，它的那个品质不好，你要把它换过。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帮助你去做选择的，因为我时常都这样子做，去帮助人去做选择。
因为当我来的时候呢，我是来到学府的，然后 Daddy Prakashmani 呢，他特别呢去监督那个 Om Shanti Bhavan 的那个建筑。那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新的经验呢，就是要建造一个看起来，比较堂皇、比较有气派的那个大厅去做 VIP 的服务。所以那个时候呢，有8-9-10个工程师跟建筑师吧，然后很多 Brahmin 跟 Daddy 在一起，很多时候 Daddy 会叫我过来，我会听下来，坐下来听他们的那个交谈，他们有很多的那个建议，但是其中一个呢，就是楼梯走上去 Om Shanti Bhavan 的时候是有很多楼梯的，很多阶梯的，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靠近那个进口，因为你知道在阿布他们有很多那个大理石的工厂，当你在阿姆德巴的那个路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大理石的工厂，每个人都说我们应该用大理石，因为所有的神庙呢都是用大理石的。当你要踏在大理石上，你就要脱鞋。然后有个人说应该用砖块，有一些人说要用混凝土。然后 Daddy 呢在听他们说话。然后 Daddy 呢有个方程式，就是东西应该看起来好，但是呢不要太昂贵，要能够很实际的用得上。所以我就从 Daddy 那里学习到了，是的。之后呢就决定要用某种石头看起来像大理石，是耐用的，颜色是好的，很好的。因为看过几次，然后我参加过几次的会议，我就知道学府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也感到很惊讶的就是 Daddy Prakashmani 呢，他的那个日记本上会写，有一面是写 Toli 多少钱，比如说一个多沙呢是用面粉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甜品 Karachi Halwa， 他的金钱是10毛钱，然后他的那个材料是多少钱，所以所有的不同的那些甜点或是面包大概全部都是多少钱，所以他有很仔细的写下来。如果你每天吃 puri 的话呢，你肚子会痛。所以 Daddy 的日记本是记录了每样东西的那个金钱，多少钱，价值。那有一次呢，我很有幸的能跟他一起吃东西。然后每一次过了午餐之后，当结束的时候，就会端上五种米，就是还没煮熟的米。他们就会问要买哪一种米，应该 basmati 每天吃 basmati 米呢，还是哪一种？因为那个价钱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中肯的，就是中等的。有时候我们要用中等的米，有时候用不同的米，所以他们必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这种东西都会端在那桌上，然后 Daddy Prakashmani 会看这些米，然后我们全部人在那里听，在学习过程，同时呢，也知道该如何做选择，关于学府的东西，所以我从这些东西上能学习到很多。因为如果他们买 Basmati 米，然后煮给上千人吃的话，当然是很昂贵的，也不经济。因为那是非常非常优质的米，而那个时候呢，有一些Brahmin 呢，他们有很大的农场，然后有很多的米。然后以前也是有段日子，他们买那个油，但是那个油的沉淀物呢，对主食不好，所以我们会要求一些兄弟。去学习如何买那种肥皂啊，买那种不同的东西去洗干净。
of oil which was left at the bottom. And everything was so homemade, but very good quality. So I saw. 所以那兄弟呢就去学习到如何去买适当的东西。Long story about when the little. 所以你也听到很多关于关于那个碳，比如说那些碳呢、啊，剩下的碳碎啊，那去做什么？所以爸爸不想丢掉这些碳碎，因为他们会在一摞里一摞里的那些黑碳。然后爸爸会问他们，在印度呢，他们用会拿牛粪用来做东西。然后爸爸问任何人，你们谁想要做这个牛粪的？那个时候姑在 daddy 呢 all around the daddy 呢，他说爸爸我要帮助你去做这个烤当。所以爸爸呢才把他命名为全方位的 daddy， 因为学府的东西没有样东西可以被浪费的，所以这个 daddy 呢他才自己建议自己要去做这个东西，所以呢他才获得很多的祝福，爸爸的祝福。所以不管你是选择还是浪费，我都有很多关于学佛的故事。有些人呢对于食物呢他们浪费了一些食物，但是 all around the daddy 呢，全方位 daddy 呢，他会给每个人他们所需要的，比如说牙膏啊肥皂啊不要浪费。Everyone gets whatever, but someone just finished soap very quickly. 就是每一个月呢，他会分配一些东西给他们，但是有些人会很早就用完了这些东西。然后呢，达迪呢，如果那个人浪费或是没用好那个牙膏呢，达迪就会把东西，就比如说从那个牙膏的尾端去按上去，然后跟他说，你还有很多的牙膏没用完。所以我们用牙膏呢也是要不要浪费。比如说你牙膏可能你的就是牙膏啊就是护肤品啊等等啊，你会发现你以为用完了，可是当你剪开的时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所以迪迪呢就是在说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这方面需不需要训练，但是我只是给个例子，就是任何东西属于学府的那个价值，当那东西给了我之后呢，我应该要善用它，就把它给用完，这才是所谓的学府的守护者。所以我会拍一下那个餐桌跟餐桌餐椅的那照片，然后发给你。But I was amused by how some thoughts can make us think in one way. Some people they 我是感到很好笑，就是有一些想法让我去做不同的选择。因为有些人认为说这是买给爸爸的，所以所有东西应该要白色的。所以呢，买所有白色的东西呢，就让它看起来像医院这样子了，全部东西都是白的。还有一个小想法呢，就是我没有孩子，但是对于那些有家庭的人，当我是学府，当我用金钱的时候，如果作为父母呢是爸爸的孩子，他们必须要决定买很多东西给孩子的时候，买衣服买玩具，你会怎么建议他们让他们不妥协呢？不妥协这种信托者的意识呢？但是同时呢，又能够满足他们对家庭的责任。爸爸时常说，不要剥削孩子的任何东西。他们需要什么？如果呢，一个人没有在知识方面，没有在知识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依恋牵挂，他们不断的给孩子，而这东西呢，可能对孩子没有必要。所以我在想说，不，无论孩子需要什么东西，最近呢，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已经
奉献自己去做服务了，然后他的孩子呢去上学，然后在学校里面呢看到不同的那些器具，这个孩子想要，然后这个孩子呢跟这个夫妻呢跟我们很近的关系，很亲近，然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会买一个礼物给他们，然后你跟我说多少钱我们会买给他。所以爸爸教导我们的就是 they need things and they need 孩子虽然是需要某样东西，是需要玩，需要成长，他们需要书，需要一些器具，我们是需要给他们这些东西的，给他们住得很舒适，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某个人拿来100个 Ruby 给爸爸，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支票，然后爸爸会说等一下，你有足够的钱存下来吗？你有把钱给你的家人吗？ OK， 这是你的存款，然后之后的那些数额才给爸爸，而不是不断不断的给予。Help them to see that yes, they have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y, and no one should be penniless by saying, "Oh, I don't have any saving." 有些人呢，就是爸爸，就是确保每一个人呢不会没有存款。Because that's the sanskar, you know, just keep for emergency. So I think that it is necessary that fulfill whatever. 所以任何东西如果有必要有需要的话，你都要满足那个东西。Whatever. 所以是有必要或是有需要，他们需要什么？有时候是他们想要一些东西，或者是他们看到其他有，所以他们父母呢也要照顾好这方面的需求。But also the question of attachment, it's a new trick we can tell them. If you reduce your attachment by half, you'll save your budget by half. So it could be a nice encouragement to reduce attachment so they don't have to spend extra or unnecessary things. Less attachment means more money in your pocket. 所以兄弟的建议是说，如果减少依恋牵挂的话，那么你就不会付出很多钱去买很多东西给你孩子了。另一方面呢，我在想说，你没有提到关于因果账目跟物质的因果账目，所以我在想说，因果账目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有些人呢，他们对待物质，他们失去东西啊，他们遗漏东西啊，他们跟物质好像有种很奇怪的关系。这是一种因果账目吗？所以会发生在这个灵魂身上。Because I think somewhere we took it. 我想，可能在某段时间，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行动，也是关系到大自然一个物质的，因为我们身体也是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不，无论我们做正面的、负面的行动呢，都会必须承受一些果报。在膜拜道路上呢，有一个故事是 Lakshmi 生气了，他觉得自己没有获得尊重。所以，如果我们滥用金钱、浪费金钱，我们从小呢就被告知说，你丢掉的一粒米。Put a bag, you know, kind of wrap around your eyes, and will ask you to pick every grain, blind you, blindfold you. 神会把那个布，就是 shouldn't be any wasted. 就会盖着你的，遮住你的眼睛，叫你捡起每一粒米。这个是膜拜道路上的故事。Mahatma Gandhi said, but also there are. 我相信的两句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Water. 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足够的水， so, 他们也住得不怎么好。但是你不需要为他们感觉到歉疚还是什么，因为这是关系到因果账目的。If some kind of punishment comes, right? So, 这是来自大自然的某种处罚。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小心。You think we can use it, and, 不浪费任何东西，可以用的话就用。有一些姐妹呢，坐在我旁边说，这些日子呢，那孩子呢，要求很高。所以对孩子呢，父母必须把他们视为灵魂。They will 所以如果你有灵意识的关系的话， they should 他们会知道到哪种程度他们可以要求父母买东西给他们。所以父母是必须解释的，什么东西对他们不好，什么东西对他们好，所以这也会能够帮助到。当然跟大自然也是因果账目，跟物质也是因果账目的。所有东西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贪婪，所有的物质呢也被剥削了，特别是从土地上挖出来了。你可以看到你喝矿泉水，但是水当中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矿物质的。所以这就等于是说每个人从土地从资源那里剥削了很多东西，然后最后呢，就在未来的世界当中，所有东西会从土地上涌出来，所有东西会是最丰富的资源。所以这一切当然是关系到因果账。You were mentioning yes, children want all kind of things, and 你提到说孩子想要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果孩子想要有宠物的话，那怎么样呢？ Dog or snake? Is dog okay, but snake not 如果他们要蛇养蛇或是养狗的话，是 OK 吗？我不懂他们是否有想要养蛇，但是孩子是有想要养过猫跟狗的。所以这是两种东西，一种是我知道有些家庭他们来到知识，但是一年前呢，他们买了一个宠物，因为小孩子坚持要。但是呢，当关系到清洁的层面，要很小心。当你在供奉神石的时候，进饭的时候，你的食物呢，跟这些狗啊到处走的那些毛是沾不上。不要在你做东西的时候，做进饭的时候那些。是有着宠物到四处走的。有一个中心呢，这个姐妹呢是有只猫的，她到中心去做那个甜点，然后她把她猫也带来了，然后当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她的猫呢也在那个桌子上到处走。所以我必须告诉这个姐妹说，你这只猫必须让别人领养，因为这个姐妹呢对这个猫有很深的依恋牵挂，所以她不舍得让它走。所以呢，我们就替她找某个人可以照顾这只猫。所以我们在养宠物的时候要想关于清洁的方面。所以比如说我们上完厕所之后呢，我们要洗澡，我们要常常替宠物洗澡。所以关系到清洁方面跟规矩方面是很多东西必须照顾的。But they may want to have a BK cat, you know, a cat that one. 兄弟说，这些人可能想要有 BK 猫 BK 狗，他们是白色的。如果这只猫呢脾气好的话，如果也愿意吃素食的话， all everywhere. Maybe we should just invent a new BK cat. 这个兄弟问的提问，所以他说，就是如果有个 BK cat 的话 ，BK 宠物的话也不错。Do business, right? To create BK cats or have a center for them. That's very good. Maybe we should have an Avyakti Parivar for the animals at some point. Avyakti Parivar doesn't believe to have the pets. Because see, I know that when I came to England, a lot of people said, oh, these Indians. 当我来英国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些印度人是不喜欢宠物的。It's a business, the way they produce them. 所以这些宠物呢，
不是自然生长的，就是他们有一些呢是怎么说 ？We had, you know, dogs on the street. 他们是配种来卖的，所以呢 ，neighbors come together and feed the dog and all that. 比如说 ，It's not they doing it for protection of animals. 他们在他们所卖的这些动物呢，不是以正当的方式去做的，他们是。当成是种繁殖像生意这样子 去卖出去的，所以我是不赞同这种不慈爱的这种生意的，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卖任何的 BK 宠物这样的东西。所以兄弟说我不敢想象你在喝茶的时候，然后你的所以你的那个怎么说，你手里抱着一只大的白猫。You know, I was reflecting when I hear you speaking often about the elements, the regard. 当我在听到你讲关于元素，关于尊重大自然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when you were speaking, and then I realized,that what I feel from you, and maybe I'm wrong, but I was feeling that it's almost more of a motherly nature to matter. 你对大自然的物质有很多母性的那个本质，而不是一个消费者的本质。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Sister Mohini, 你对大自然，对大自然有很宽大的心。我觉得我们一些人呢，却必须要偿还那个因果账目，因为我们过去呢滥用了大自然，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修复跟大自然的关系。所以我就在想说，对你来说，你看起来是像母亲那样子的，对大自然和母亲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吗？因为大自然是我的母亲，我觉得我自己是受到大自然的滋养的。在印度呢，时常说，大自然之母。所以我对大自然的爱呢，比较像我对我母亲的爱。想象吧，如果你没有得到新鲜的空气呼吸，然后那些谷粮没有阳光照耀的话，无法生长的话，你如何生存下去呢？所以有两种关系，就是我对大自然。不只是大自然，是对大家都有那种母性的那种本性。当我刚开始来知识的时候，我还很年轻。然后大地跟我说，你要想象自己是世界之母 Jagat Mata， 所以这个意识呢就已经根深蒂固了。当然，在还没来到知识之前呢，在传统的方式上，我们早上呢，我们会膜拜那个太阳，晚上的时候会膜拜祭拜那个月亮，所以从很久以前呢，我们跟大自然呢有很多的那个联系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但是现在呢关系反而不那么深了。Like just imagine someone said living in New York in Manhattan. 所以想象一下，当你住在纽约曼哈顿，看到所有这些。高耸的建筑物，你连一棵树都没有看到过。但是如果住在小村庄的话呢，到处都会看到树木。所以就像现在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都是这样子的，大城市都是这样。我们失去了跟大自然的那种联系，所以他们很喜欢走在森林当中，森林的那个小径上这样子。所以他们觉得好像自己刻意要去大自然，而不是被大自然所环绕着、所围绕着。所以我当然是喜欢大自然，大自然呢是我的母亲，她滋养了我。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很尊重他们，我很喜欢照顾大自然，因为是让大家可以受益的。我在用母性这个字，但是可能更适合的是主人这句话。对我们来说，特别是我，
我当然不是大自然的一个膜拜者，但是呢，我需要大自然去滋养我。我在消耗着大自然，需要大自然给我那个美丽。但是呢，我觉得呢，对你来说，反而是她是你的母亲，她是个生病的母亲。现在她的情况就好像我们需要照顾大自然，都不过大自然照顾我们。我觉得你呢有那个关爱的那个态度，你照顾那个物质，照顾那个谷粮，然后你也给他们，很崇高的能量去滋养他们，去服务他们。对，以这种方式呢，我觉得你从大自然那里获取是少，是比较少的。因为爸爸说，在大自然呢，对，在金时代呢，大自然会服务我们。所以如果呢，你已经创造出一个好的因果账目的话，那么到最后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天灾会伤害到你。然后我在这方面呢，也是有很多经验的。有一次呢，我到南美洲一个小国家，然后那里的态度，那里的那个温度呢是很高的，他们说从来就没有那么高温。然后那时候呢，我说没问题，然后我就抵达那国家了，然后他们准备了很多风扇等等。然后你会感到很惊讶的就是离开飞机场的时候，要到中心之前去下大雨了，然后他们呢从来没有期待那一天会下大雨。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对炎热是没有恐惧的。有一次我们去做那个服务，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然后那天傍晚呢是个很大的节目，就算你踏出那个机场呢，那个雨呢也夹杂着那个风。那时候我就心想说没问题没问题，可以不上可以没问题。但是呢在节目开始之前五点就没有刮风下的大雨了，所以我有很多关于大自然跟我们合作的这种经验。所以下个周六呢我们再继续吧。所以感谢弟弟摩希尼，所以大家早上好。所以明天开始就是新的系列了，所以谢谢大家。To add something in it. Actually, when there was a conversation about children, and many children.比如说设计打架，我们在课堂上教他们不要做暴力东西，但是呢电子游戏却是如此的。 The way they learn all these things by just looking at the video games, doing those things. Sometimes parents do give them things and they even don't know, they are not even aware of it, that what's happening in the room when they are playing the games.Second incident, I came to know, it was awareness about. 所以有时候呢，孩子在自己房里呢玩电子游戏呢，父母是根本不知道他们玩什么游戏的，这个也要注意一下。然后现在很多手机呢，他们也是有一些游戏，这些游戏呢会困住孩子们。And these levels are taking. 他们有不同的晋级，这种晋级呢，带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 really not very good scenario, so people really get into that. Children are not even aware that, and in that games, they tell them not to mention about the game to anybody, not to say anything which level you have.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但是很多外国呢，他们小孩子玩游戏呢，玩到某种晋级到某种程度呢，他们会。把那个孩子困在那个地方，然后警告他们不要告诉自己的家长。
他们玩过的游戏，玩什么游戏。所以有时候这个游戏呢，这东西呢，孩子的需求呢，我们要知道一下是否对孩子有用，或者是会伤害小孩子。We will start a new energy that will bring artists to create video games that are BK compatible with White Cat. 所以呢，我们有那个想法，所以这可能是兄弟的想法，就是，可能会招来一些画家去设计那个游戏，physically 比较 BK 类似的游戏。所以可能我们要开始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能量去启发，很多东西都是无害的，所以这是兄弟自己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选 D， 接下来没有翻译喽。